啊，吃来。这外国台一只台咧百二呢，你即卖行情有够好呢，这煮的是高雄屏东的吼、哦，来，哇，很新鲜哦，来，三只，一只台八十，三只开二啊四，来二啊四，来卖卖好玩，来四只，四只开三二，不，上面什么东西？好来，来，我来又带五个客人呐、啊，要买要快呀、啊。两栋的可以吗？两间就好。卖个三二三一三百来，三百一只七十五块，二啊九二啊八二啊五来，二五珍珠斑，珍珠斑最好吃的，肉糕骨香，可怜咯、哦，外口抬一只八十块，无人要甲咱买，来四只，三百二啊九二啊五。两百来，两百块，我不背啊、哦！来两百，加几呢？珍珠斑呢？喜鹊斑呢？不是老狼斑呢？来啊！好吃到不行啊！来，来，漂亮的，两个有啦，哇，很牢啊！来两百，两百块。这个鱼多给孩子吃一点，来对胶质就高哎，珍珠斑，来谁要吃的动作要快呀、啊，没宝啊，来两百，来，两百要吃紧个熊啊，来两百块珍珠斑的后面有没有？两百几箱两百，两箱要两哎，你用左边给他吧，好，好来，来即将要完售哈，好来。最后一箱了，没有了啦。这名牌的呢，来两百块，两百还够阿伯，两百要吃进化虾，别浪费到大家时间。两百珍珠斑，两百一箱，两箱三箱无，好，谢谢。来个一个八百。有人要吃的化虾？无啊。小资主的，我唔信讲你唔吃珍珠石斑，珍珠石斑你吃一盖就掉，袂骗你的啦。我小朋友嘛，最爱吃这個。八高啊！三个客人啊，要买要快啊！一包来，呀，一百块，呀，几个啊？再给你开放试吃价啊！来一百块的，要个几个？来一百，来再来一百，一包一箱、两箱、三箱，无呀无，谢谢啊！好，蛤蟆好 ，OK， 来，你要倒下来。鱼标。好，鱼标好。鱼标一包就是三台斤，三台斤就有这么多。我这个鱼标都是今天当天的，有没有看到？稳稳稳，不要拿住，麻油甲你来去金华平来甲标标标标，伊要用平底锅，水爱入好大。啊，等下去吼，平底锅油油油油，你若有闲去，你看我小辣椒、香菜，内底有教你安那煮蚝鱼标，起点用酸啊，哦，啊用者蚝油，重点，豆油膏，千万用豆油膏，莫用清的豆油，知无？哦，一包餐呢就是三台斤，餐厅食这一份带三千，外口小卖卖一包八百、七百、六百，咱还佫偌济？什么呀？哎呦，小俊，你东西快卖完了呢！小俊，你怎么那么厉害？啊、那还用说？无啦，我要帮我小俊师傅征婚。我这小俊师傅大概年约四十左右，哎，他缺少一个女伴，要一个贤内助哦。你若有查某囝还是查孙啊，乖乖啊，来甲阮介绍一下，阮这个小俊师傅，哎。可以上我的那个脸书跟小辣椒说拜托一下好不好来小季师傅我帮你征婚啊没征婚啊你这句给我听好了卖鱼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跟你说真的不重要我的鱼卖不完但是我爱出来外面交朋友这是我的个性、啊、来一包一包来啊卖开五百四百四包来，水的嘞，大鼻的，
啊鱼标安尼唔甘食。这等级这等级无同呢，顶两天一台机卖到二啊八，这三台机开了八九百块的，这无讲假的。今仔日来，赶快来，最后来下沙来造成本来批发价，拢完了哈，一人买一包，只两包无无啊哈，四百三九三五来，三百来啦，三百啊，呀，这个几两？这种正的老矮啊，点么臭粥都卖啊，几包？两包呀，三百来，好个娘，小心，三百。来吃一个啊！一包三台进来，一下拉肚啊！哈！三台怎么？正现熬啊，看绵绵绵，白泡泡又绵绵，水无？三百。吃一个。无啦，那边那边。啊，阿妹那边，阿妹那边。吃几条？吃几条？退烧一个。三百来。现拿来鱼标，只要钱要袂加物件。一年哦，你都食伊一摆。这个补充高蛋白、优良的蛋白质，三百，三百，米米米，这样现熬啊，食得臭臭唔免钱，三百块，三百一箱，三百两箱来无，谢谢你们啊，好。蛤蟆，蛤蟆来，蛤蟆爸知道了。可是我的鲈鱼还没卖完，赶快让我再卖一次鲈鱼，来。有加州啊，加州是最好吃的。加州目前是要多少斤啊？要吃多少斤？来，所有的鱼种最贵，可是最好吃，一样是现捞的加州鲈鱼。加州鲈鱼用来真的就好吃哦，就好吃。还蛮好吃的。都好了，都好了。来，只有两箱，对不对？没吃过加州鲈鱼的，今天想到加州鱼小资主。来做试吃价哈，这款的板头，阮外口才一只九十，两只才百八，卖百八、百七、百六、百五都唔免，一百来，一百块，一百呀！我加呢，加州咯，即卖外口一台一台斤破百二的，一百无啊，两个客人哦，我请一个，一百，一百，三只，我打，一百。哇！小青椒，卖个花样啦！小青椒。啊，无叫鲈鱼，一个叫假的哦，对不？哎，一个卖遐贵，啥物东西？来啦，送啦！哎呀，哎，啊钱无走啦，等下再啦，等下再走啦，罢啦，无买罢算，你哪叫我唔知啊买？来，再要两个客人了。加加加！来啦，一百啦！来啦，七十块啦！啊，最后一个七十块的。小季师傅。啊，这个乌蝶啊，加一组乌蝶啊来。哦，乌蝶啊，乌蝶啊，我跟你讲，这个叫富贵鱼蝴蝶。好不好吃？它有一个特殊的香气，外口是乌的，内底是白，伊的肉不是软，肉是一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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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的饲伫倒位？伫这块岭的边啊，甲中央一排的龙骨，全的完全一支饲的无？好不好吃？干煎就很好吃，清蒸、红烧、做糖醋，这只是餐厅的菜。餐厅你去吃这一只，爱六百、六百。我只有两件，什么叫富贵鱼？什么叫蝴蝶鱼啊？富贵给我了，好，哎，蛮下来好鱼啊，那下，富贵鱼啊，下到心半疼呢。现在你是有那个藕包的人呢？太小太吧。回答，你们两个高起来。太包了，太包。偶尔鱼是偶包，小季是菜包。小青椒是肉包。我是可爱的包。今天很多人在问你，行情买这个凄凉的行情无啦。没有带鱼，到西湖来。大闸蟹。来啦来啦！一只蝴蝶啊，一斤蒸啦，一斤外口报给你啊，我两只开五百呢。没吃过的一样让小辣椒来请客。
以前哦，即摆甲我掠即只去菜市啊抬，若抬无百倍两百，转来甲我讨十倍计数。哦，一周卖讲开你四百，听好，一人会再甲我买一份。我要让你们试吃什么叫做蝴蝶鱼，干煎就好哦，很香，非常的好吃，无暗器。哦，卖讲开四百，开三五，三百，三百，三百好本钱，二啊九，二啊八，二啊五来，二啊五来。这蝴蝶鱼你还不能吃，没地买，来地台一只绝对百倍起跳。有没有人要吃富贵鱼？好吃吗？我吃过这只鱼的牙手，好吃吗？真香。一个来腰带，两百来了。两百啊？这是谁啊？这没地买，外口台一只就百倍，这两百。两百来。来，这两个啊。两百。好、哦、好，那个全部走，哎、欸，好像只有那些嘛。好，我不晓得，因为他绑着，我不知道死活。反正那个都是今天的。来，冷爸。来，冷爸，来，最后两个客人没有了。加加几碟啊？好，没有了，没有了啊、哦。小季师傅，来。大鸡的蛤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只外面吃到煮到好就三百五，两千八，两千，一千五，小姐，一千块带回家吃。哎，那个龙虾怎么卖？波士顿。哇哟！有没有活的？绝对都是活的。还有、啊哦，外面一只吃到煮到好就是两千。小姐，我用一对饱让你吃，因为一只绝对不够。卖给你三千，给你两千五，两千，千五来，成本一毛钱不赚，千五安尼不敢花，我，哈，波士顿龙虾算大的，波士顿龙虾哎，好好吃哦，超弹牙的，超甜的，千五，一堆呢，这外口你敢去外口吃一只偌济？外面一只都要一千五了，不要说两只了，来一对宝来千五。这开到有够烧，这是实在，这是拿来封面的用的，好吃。我们那个瘦皮有公主最挑嘴的，说这个最好吃，因为脆，溶黑嘛。老板娘，你真的不想啊？好了，不想那就不要。啊、来，这个他要大闸一千。蛤蟆大鸡啊，有大鸡啊，蛤蟆。这个又是一妈妈的菜。啊，阿嬷八几大呀？啊，我萝卜糕那存起来，萝卜糕敢是萝卜糕，靠卖完了嘛？好，哎哎，你看他肚子就知道公的母的，来，公的一只都要三百多了。好，来，敢吃萝卜糕要吃呀？一早唔免三百，你要讲两百，百五来。敢吃萝卜糕来百五，敢吃萝卜糕。来，加了。来，八哥了。再来一份。来，八哥了。小弟后面我们就不卖东西了哈，要卖要买东西全部来前台买。哦，来，八哥。哎，不要，后面不卖东西啊、哦，这样子的习惯不好，因为前面的人也都在等。好，来，八哥。来，八哥。小弟，萝卜糕。来，剩下这两件一次来，好不好？好来，你要谢谢你。我扣着内箱啊，你看看，本来才三十二，今麦剩三十。来，这几个。有啊，刀子啦。三个，收三个啦。这刀子没有给我。来，这收三个。好了，来三个来，一起给你来。来，八公啊，敢吃萝卜糕，记得不用太低，锅子用小火，让它煮好以后开大火，外酥内软，知道？好，八公，来再来一份的，请问还有谁？日销三千包，来最后一箱，只剩下五个客人。最好吃新火锅油炸啊，没有了啊！来，冷包来八公，前面一个小姐，来八公。八五一声，八五两声，阿伯有人有要吃无？还是恁拢来看小辣椒的？好来，八五的来，
百五一箱，百五两箱，港式萝卜糕啊，记得不用退冰哦。啊，谢谢。蛤蟆爸记得。啊。好，爸记得。蛤蟆，蛤蟆谁要吃200块？来，大你要不要来？我靠，一斤百五来，两百，大你要不要？对呀，这是大颗的。来，最大颗的，来，底下三台来，200。蛤蟆大料的来200，来大料的蛤蟆来200，来200块的，请问还有谁？来对面的小姐，来蛤蟆还有吗？来妞妞，很重哦，很重哦。还有一个啦。哦，你这么呢？妞妞有来咯。嗯，你这阵吃鲔鱼汤吃到有嚼。麻将拍了有嚼。哎哎哎！麻将拍了有嚼吗？哎，来200，他是鲔鱼汤吃多了。才会头好壮壮。你在干嘛？说我瘦了，你还说我头好壮壮。哈哈，来200块，200，多点呗，好吗？这个鲑鱼。喂，阿妈直接骨胶来哈，来对面，对面来。两个姐。哇，这个阿妈健康高比吧，手臂还够较硬啦。两个姐。两个。好。无对手啦，无对手啦，莫甲我讲啊！来，邓爸来啦，两百一声，两声，三声，直接过江啦。无可能啦，那是我困无饱啦。来，200我无来，姐姐。姐姐。后面一个。来，200个啥？好一个。好，来这边。来，剩下最后一个客人了，没有了啊！来，200块的。来对吧？哎，爱偷追我，直接扑过来，来两百，哎，前面一个大哥，前面一个，没有，前面那个先。啊，100块就好了，没关系，优待你哈。好来，来吧，鸡蛋。好，肉鱼啊，鹅肉来，鹅肉包鸡蛋拢我来。啊，等一下你们要喝鸡汤的，要赶快点哦。那个鸡汤纯粹是我义务来带来给你们的哈。好来，等一下我一起买，你就知道我那个鸡汤，最主要那个鸡汤是很好的鸡去做的，不是那种淘汰的东西。蒜头鸡哦，好啦好啦，等你一百几个卖完，卖黑蒜，我的蒜头唔那是一般蒜，我是黑蒜，哦，叫一个麦的卡，喂，麦个卡。擦洗。哎，放鸡蛋洗过小辣椒的专利。传统市场不要做了，没有那么多时间在做。对。我要一次走，再来你就买不到了。来肉鱼来一次走。来啊，准做你啊！你伫国内只要看到说金光龙是我小辣椒的专利，两个，这请国外厂商帮我们包的肉鱼，肉鱼现在国外大涨。加两个啦。太好吃的，等你爱甲我收一个盐梅啊，一包一包，三包开三包，卖三包，来四包开四包，卖四包，三包，第二个。邓爸来了，两个了，两个了。嗯，邓爸来了，两份。两份。来200。来，你讲个几？分两份。太好吃了哟！两份，四份，对不对？太好吃了呀！来，我用啦，你跑看的啦，较紧啦，来200块啦。哎，两份的。两份的来，好，对面的两份来，等我，来，等一下。然后再来一份妞，再给对面一份，我收钱了。好，来再来，剩下最后一箱没有了。来这边，这边三个啦。无啊，无够啊。无啊，我这个无啊。这边三个啦。没有了，没有，没那么多了。没有了，真的没有了。好，下礼拜我再多带，因为现在等一下车子载不下了，真的载不下了啊。哎，两百，啊，最后一个100块的没有了。
好，没有，一台快给我。哎，鲑鱼骨呢，小季师傅哈。你爱捡海鲜呢？来，黄